双城去年后援投手群团队自责分帅次40，是全联盟倒数第9差，补强牛棚战力成为他们休季期间的一个重要任务。在网络罗尼 Fernando Rodney 跟杜克 Zach Duke 后，据美媒报道，告别红袜成为自由球员的瑞德 Addison Reed 也将跟双城签下2年估计$1,700万的合约加盟。29岁的瑞德去年在球季中被大都会送到红袜，在两队加总共出赛77场，投76局，战绩2胜3败，自责分帅284，整体贡献度 WAR 值3。五是去年后援投手第5家，值得一提是他近2年保送率 BB9 有所改善，自2015年第生涯最高的305保送率后，前年保送率降到151，去年虽稍有退步，但仍维持在178。双城去年后援战力吃紧，季后先后找来罗尼及杜克助拳，如今瑞德加入，预计他会是八局不局投手的人选之一。双城至此强化后援工作可能暂时告一段落，他们下一步将全力争取先发投手，包括达比修友、艾瑞耶塔、Jake Arrieta、卡布、Alex Cobb 跟兰斯林 Lance Lynn 都是他们的目标。中时电子报。